新津路口突然一辆三贴机车闯红灯冲了过来，驾驶赶紧长按喇叭示警。惊险一瞬间，还好驾驶反应快，直接开到对向车道，也刚好对向车辆也还有一段距离，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事故。只是驾驶被吓得不轻，决定掉头追上去。加速驾驶不死心，追了一公里才将对方拦下。不过不是要动手教训，而是将违规的骑士训斥了一番。弄伊，恁三个拢飞伊诶，啊，搁无系安全无？我知道，我跟他讲。过大路口停一下，啊，唔着加载，我闪有过。歹势。用讲骑车较细腻诶，莫安尼啊。骑士不敢应声，还是被载的女子代为道歉。但当时真的很危险。事件发生在屏东潮州的四维路上，三人骑机车三贴，不但没戴安全帽，还把红绿灯当参考用，差一点在十字路口被直行车击落。该辆机车设有闯红灯、未戴安全帽、机车负载人员未依规定等违规行为，本分局将调阅监视器画面，通知当事人到案说明。违规骑士被训斥一番后，还是得因为自己闯红灯没戴安全帽吃上罚单。希望他下次骑车能汲取教训，不要拿自己跟同行者的生命开玩笑。TVBS 新闻艾周贤屏东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